还好到是一个王者荣耀中目前有两位女帝级的人物，分别是武则天和芈月的大清宣太后。最近发现这两位女帝级的英雄台词之间居然还能隔空对话，那么下面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两个女帝隔空对话的语音台词吧。朕偶尔也想任性一把，王权在握自是一种风采。两个女帝都是手握王权，所以她们任性起来也是一种风采。美男子们，恭敬等待朕的收割吧。武则天因为王权在握，所以非常任性的收割美男子。芈月看到后会嘲讽说：“真是失态呀！”做女人难，做女帝更难，知道吗？女子桀骜起来，亦可扫六合，主天下。所以说女人不是好惹的，她们要是发飙起来，不是顶半边天了，而是要主天下了。恩赐你们喜欢的死法，活着是失败者，死了是史书上的失败者。两个女帝从来不怜惜失败者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大争之势唯论强弱存亡。武则天毕竟是一国的女帝，所以台词会犀利一些，而芈月的大清宣太后就不一样了，毕竟当时还只是一个大清没统一，所以台词就没有武则天那么霸气一些了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这两位女帝级的英雄台词如何？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